文啊，你是要去拍戏啊？你啊，穿甲遐少年，搁提一个吉他，袂输个老公遐咧。老伙仔一个啊。我昨下吼，写一条歌要听我买下无啊？好，来来来。是搁即摆哈？有，来来来。好，来。真假的哈？嘿啊，听我买啊，哎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搁真正会晓呢。你是珍珠，我是乌云。你是珍珠，我是乌云。咱是珍珠。我听无，我听，师傅，你有想我妈无？右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，赞吼，你想要上课无啦哈？有，我进来听哈。哦，来，查某囡仔大汉哦，爸爸有一个代志，同我讲，互你了解。哦，眼睛、喉结、肚子。啊，搁有，那个啦，嘿。哪个？啊，就那个啊，嘿。哪个啊？男生尿尿的嘿。啊，鸡鸡。啊，对啦，嘿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哦拢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啦，哦，知无？说白痴，要不等去帮？等下，爸爸未甲你讲了咧，无甲你解释好清楚，你哪会知？我跟你讲啊，迄歹人哦，几多种的呢？第一种哦，啊妹妹，你长得好漂亮哦，你看那一个王祖贤的呢，啊叔叔哦，带你来拍电影，做大明星来了好不好？我要挑战就是张曼玉。电影呢吼，啊你妈妈开心中楚红了对不哈？啊过来，哎第二种，哦妹妹我肚子好饿哦，我迷路呢。你看，足可怜的，你敢会使跟我斗相共啊？可怜的呢。好啊，我出来去警察局。哎呦，未歹哦，吼。后来第三种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会利用你的恐惧哦。妹妹，啊，你妈妈出车祸啦！即摆哦，人哦，伫病院内底，你脚拢断去啊呢。哦，伊讲叫我紧来，甲你带去病院看，紧来，快点走，走啦，走！啊，你遐无好啦，啊，下雨。陈嘉玲，妈妈甲你讲，你若是拄到歹人，你就啥物拢唔免想，你就大声讲，我的爸爸是警察。哦，啊，你手内底若是有物件，就用这甲伊拍；啊，你若是无物件，哈，你就甲搓眼睛。搓眼睛，搓眼睛，好，对我做。我的爸爸是警察。下车了。